连接计算、云、人工智能和行业的应用，将构建全行业的五个重大的机会。我们希望通过五个机会的协同，与伙伴们一起共创行业新价值。智能体呢是整体智能升级的一个参考架构，它以云为基础，以 AI 为核心，构建一个立体感知、全域协同、精确判断和持续进化的开放的智能系统。智能连接就是其中撑起智能体的躯干，它贯穿了大脑和四肢。华为将打造一个泛在的千兆确定性体验和超自动化的全场景的智能连接解决方案，来共同使能这个行业智能体的构建。华云致力于成为最佳应用构建平台，赋能应用，使能数据，做智能世界的黑土地。期待首先成为中国软件开发企业值得信赖的伙伴。